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，就是我们的主是恩典，是全能，百分百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啊。他的恩典是百分百，他的全能是百分百，这个没问题。关键是下一个，他说呢，凡信他的人也能。我们说耶稣能没问题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句话我们能不能信？ 说主啊，你能这没问题，你说我们信你也能，而且有一个地方说的更严重，还说要做更大的事儿，理论上来讲我们也不反对，但实践上大问题，那怎么办？我想在这种反差的情况下，我们呢还是定睛耶稣，我们只看耶稣怎么说的。 就是看他，这是不是他？大家说 yes，是他。这是不是他说的？yes，是他说的。你看见了上好的，你就知道你自己不好，而且你也知道什么是次好。因为现在东西太多，汪洋大海一般。耶稣呢，好像被淹没在当中，被融化在大海里，被稀释在大海里，甚至被沉没在大海里去了。那现在我们把耶稣举起来，看。 这个人，看他自己怎么能，然后听他自己怎么说，也听他对我们怎么应允。刚才那个话，呢，属于对我们的应允。凡信的人，凡事都能，这是一个应允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寻见，这全是应允。那这些话呢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怀疑，为什么怀疑呢？因为实践中真的看不见，做不到。叩门就开门，寻找就寻见，祈求就得着。 无论何事，你们祷告祈求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让这个桑树连根拔起栽到海里，也必成了。那真的吗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现实、跟实践完全挂起钩来，完全对应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建议就是说，只定睛耶稣，先不要管现实。 信耶稣、定睛耶稣、看耶稣，一定是反常的。没有一个神机不是因着信心而做出反常的行为。麻风病人冲向耶稣，有这种事儿吗？谁敢？他敢。摊子把房顶拆了，谁敢？他敢。啊，一个妓女冲进法利赛人家里亲耶稣的脚，哪个妓女敢？他敢。所有奔向耶稣的人都是反常的，而且耶稣自己也是反常的。 当时的人都说他癫狂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太正常，一切正常 <laughs>，正常到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半死不活的，就是这样，啊，那现在就需要一个转变，怎么从正常，定睛耶稣，突破正常，进入反常状态？我觉得这个要定睛耶稣，就是要把眼光聚焦在耶稣身上。 因为我们的眼光，说实话，包括我在内，受现在这个状况的影响，我们的眼光不是聚光，是散光，是散光状态，什么都看在眼里，对吧？很多的观念，很多的教导，不同的派别，不同的理论、知识、教义。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聚焦耶稣，从散光的一个信仰的视野，聚焦在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核心身上。 就是聚焦而已。那至于聚焦之后发生什么效果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可能会出几个癫狂的人，什么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只关注耶稣，只在乎耶稣怎么行、怎么说、怎么做，其他的都知道，这个没有坏处啊。那你原来那些东西都有用，但是呢，不把它们作为核心，不把它们作为聚焦的地方，没有耶稣就没有力量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火。 没有耶稣，一切正常，一点都不反常，所以呢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因为耶稣是这样，你如果信他信的不绝对，你就是绝对不信他；你如果信他信的不完全，你就是完全不信他。因为他是完全的，就这么说。耶稣说：“我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，我是百分之百。”保罗说得清楚吗？没有别的根基，只有一个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根基不仅是教会的根基，也是神学的根基，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根基。 这个根基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现在讲如何承受大能，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为了造福人，我们也已经知道人承受神机的福靠的是信，靠的是信心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信心有三种表现或者三个保障，就是交予、顺服和定睛这三点。交予。 就是交给耶稣，顺服就是顺服他，定经就是定经他，这是信心的三种表现或三个保障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教育啊，教予耶稣就丰富。这个最明显的神机就是五饼二鱼。这件事从头到尾其实是耶稣一个人操办的，他的门徒没做什么事儿，他的门徒开始就没有信心的。 是耶稣叫门徒去看看你们有什么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胸有成竹，知道该如何行。一开始他就知道，是耶稣将安德烈手中的五饼二鱼要过来，说拿过来给我，是吧？这全是耶稣主动、耶稣办的事儿。是耶稣吩咐众人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好，是耶稣拿着五饼二鱼望天祝福。 也是耶稣把饼跟鱼递给门徒，是吧？递给门徒，然后门徒又递给众人，神机就这样成了。那门徒，我们想想，在这个神机中做了什么呢？啥都没做呵呵，只做了一件事。如果说他做了，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把五饼二鱼交给耶稣，把这五饼二鱼拿过来，从小孩子手里交给耶稣，这就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。我觉得含义很深，啊。 神要赐福人，他要人做的事儿，无非就是一交而已，就是交托。基督徒常常叫交托，我这里用的是教育啊。我觉得这件事更要紧的含义是，哈，它隐藏着一套危机处理原则。因为我们人生中、教会中、生活、事业、商场各方面，你都会遇到危机。你遇到危机的时候怎么处理？我觉得这个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原则。 就在这个五饼二鱼的上面，可以看出来。第一，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啊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我体会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行的，你们行的。因为当时他们很悲观嘛，很失望，很绝望。这么多人，怎么管他们呢？啊，就是买二十两银子的饼，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于是门徒的态度呢，就是想放弃，随他们去吧。 让他们自己找出路，找吃的去。耶稣这个时候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：“你们行的，不要放弃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话叫门徒们摸不着头脑。那我们拿什么给他们吃呢？的确是你说的好听，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出来了。那我们拿什么给他们吃呢？他们哪里知道？门徒不知道。耶稣说的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案。 是什么？是信心。当耶稣说“你们给他们吃吧”这句话，就是说你们要有信心，你们行的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方案。日常我们处理危机的时候，是先有了方案，我才会有信心，是吧？总裁就是说那个班子，你们去拿出去一个方案，甚至两个方案，甚至三个方案，一看大有信心，好，我们有救了。 耶稣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在没有方案之前，你先要知道你行的，你有信心，先有了信心，方案就来了。甚至可以这么说吧，有了信心之后就不需要方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投靠耶稣就够了。信心就是投靠耶，耶稣就是方案。在耶稣这里，正好跟常情常理相反，他直接向门徒要信心。” 对耶稣来说，对全能的神来说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人们对他的信心就是解决方案。说基督徒遇到危机的时候，解决的最好的方案就是对神的信心。啊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这句话启示我们，无论遇到什么危机，物质危机、精神危机或生命的危机，都不要放弃，都要有信心，因为有神同在，你行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那耶稣这话背后含义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你们行的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步，我们看看啊，第二个耶稣怎么说的呢？看看你们有什么，你记得耶稣说这个话吧？看看你们有什么，我来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的，你不仅行，而且你还有。我觉得神常常这么安慰我们，我自己也是这样。当我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，神说你行的。 当我觉得自己没有的时候，神悄悄说：“你有的，你找找看，你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可取之处。”真的是这样。一会儿我会讲这个很要紧。人生的危机当中，悲观的人看见的常常是自己没有什么，乐观的人看见的常常是自己有什么。你看见自己没有什么的人，就死定了。 看见自己有什么的人就能活过来。这圣经里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啊！上帝对一切处于危机中，特别是处于匮乏中的人发出的指引就是：看看你有什么。听话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，他可以用我们所有的供应我们所没有的。旧约时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以丽莎跟那个寡妇，是吧？ 那个伊丽莎一开口，不是问他家缺什么，寡妇很穷，向伊伊丽莎求助。那伊丽莎不是问你家需要什么、缺什么，而是问他你家有什么？有这种事儿吗？寡妇说还有半瓶油，伊丽莎就说你和你儿子向邻舍借器皿，越多越好。回家关上门，将那半瓶油倒到器皿里。结果这这母子两个照着去做，那半半瓶油怎么倒也倒不干，直到器皿用完了。 才干，这难怪那个伊丽莎说不可少借，越多越好。我想那个时候，如果他把那个全村的那个锅碗、那个、瓢勺都拿去，也倒不干。啊，这就是神做事的全能和法则。啊，耶稣还说过另外一句话，也可以用在这里。他说：“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”你看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 一直盯着自己的没有，心里就没有，没有信心，没有盼望。如果看见自己所拥有的，哪怕一点点儿，心里就拥有，就有信心，就有盼望。有一个孩子啊，他有一架破旧的钢琴，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啊？一架破旧的钢琴里边有好多音都不准，好多键呢，那音都不准，根本弹不成一个像样的曲子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听到那个他的机房里传出悦耳的优美的歌声。 那那个琴声，他一看是他们家来的一个客人，是个钢琴家在弹，他很吃惊，他说：“我这个琴破破烂烂的，从来音不准，你怎么弹的这么美，这么准？”他说：“你刚才弹的时候啊，我在旁边听，知道哪几个键不准。我这首曲子呢，不需要那几个键，哦，弹的全是准的键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在上帝手里，他用你的长处。” 避你的短处，啊，然后用你的长处弹出最美的音乐来，啊，最美的音乐来，这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儿！你身上哪怕拥有一点点、一点点长处，上帝呢都可以让它妙手回春呢，点石成金。这是第二步哈、啊，前面我讲了两步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你们行的。 看看你们有什么，你们有的，然后第三步，耶稣怎么说？拿过来给我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看我的。耶稣说了这么短短的三句话，这三句话里边，宇宙中的三个大奥秘就给说出来了。你行的，你有的，给我，把你有的拿来给我看我的。关键是放在神手里。安德烈看着五饼二鱼。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？他很不以为然，这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？但是耶稣一句话说：“拿过来给我，给我就行了。”你看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弱小了，我们太卑微了，我算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我能做什么呢？耶稣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把你给我，把你给我。”当我们把自己交到神手里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做出人意料的事情。 你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，我相信这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将来是什么样。使无变有，使少变多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关键是把五饼二鱼交给神啊！如果不交给神，不交给耶稣，五饼二鱼依然是五饼二鱼。人要交给神一点点儿，神交还人千千万。撒洛法的寡妇。 用仅仅剩下的一点面，首先做一个小饼给先知吃。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吧？本来他说，一点面加点水做个饼，我和我儿子先吃，吃了以后死就死吧。那个寡妇说话真利索。先知知道神的法则，他说你先别自己吃，先给我吃 <laughs>。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先给我吃，等我吃完之后你们再吃，我保证能养活你们。 结果他们就永远吃不完呢。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含义多深呢、啊？所以神机重要的是神机里边隐含的神的心意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此处还有一层奥妙，就是呢，神不能凭空赐福人，他总是在人已有的东西上赐福人，总是在人交给他的东西上赐福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看到神在给人之前。 先向人要，这是个法则、啊，这是我这么多年了经常提到的，我自己很很有体会的一个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神要祝福你什么，他把这个要祝福的这个东西从你手里要过来，拿到他手里去，然后他祝福以后我再还给你，他是这么一个法则。因为神手里，我常常讲这个道理，神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你说神手里有什么？ 你说他有整个宇宙，正因为他有整个宇宙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全世界的银行、全世界的商场全是你的，你还要 credit card 吗？那你还需要仓库吗？你不需要，你自己还要什么仓库呢？全宇宙全是你的仓库，所以你跟上帝要啥，上帝都没有。他把阳光给了太阳，把生命给了地球，对吧？ 他自己有什么呢？他只能说，你要我祝福你什么？你向我要什么？把你现有的拿来。我就觉得最有名的就是泰戈尔那一首诗，讲的是一个乞丐沿街讨饭。他这么写的啊：我正在村子里沿街讨饭，突然你的金撵远远的出现了，像一个豪华的梦。金撵呢，就是皇帝的车队，你们知道哈、啊。 我很想知道这万王之王是谁，我大有希望了，我苦难的日子到头了。我站在那里，等待着你慷慨的施舍，那挥金如土的财宝。今年停在了我的面前，你看了我一眼，微笑的走下车来。我觉得我一生的好运终于来了。突然，你向我伸出右手，说：“你有什么给我吗？”哈，好一个帝王的玩笑。 竟然伸手向一个讨饭的要东西，我糊涂了，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，然后慢慢地从讨饭袋子里摸出一粒小小的麦子，把它献给你。白天过去了，晚上我把讨饭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地上，在可怜巴巴的一堆东西里，我竟然发现了一粒黄金。这时我是多么震惊啊！我痛哭了，我恨我当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 如果乞丐把一双鞋脱下来给皇上，皇上赐给他的一双金鞋，一定是这样。他要祝福你，就要在你已有的东西上祝福你。这就有点像你去理发店，你必须先把你的头交给理发师，然后他理完了以后还给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投资也是这么投资的了。你说我要发大财，那个整个市场就会问你，你有多少投资？你投进来之后，市场。 那么被被被你爸爸操纵着哈，他要祝福你才能回馈你，所以要先拿出来，这是个法则。上帝当然我们不是在上帝这投资，我们是求他的爱，他的恩典。但是他的法则是一样，就说他必须在你已有的东西上祝福你，把你交到他手里的东西来祝福你。你不交给他，他怎么祝福你呢？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件事啊，教给我们一个很受用的危机处理原则。 这个原则可以用三个短语来概括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第一个短语：你行的，就在任何情况下你要知道你行的；第二，你有的；第三个就是耶稣说的啊，看我的，啊，要看神的，啊，一句话概括就是将你所有的，哪怕一点点，交给他，啊，贫乏的时候将你的一点点拥有交给他。 衰残的时候，将你的一点点生气交给他；失败的时候，将你一点点勇气交给他；绝望的时候，将你的一点点梦想交给他。然后你就安息等候，等候神的大作为。这是这个五柄二鱼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处理危机的法则，就是交托。第二，顺服。 我说顺服耶稣就蒙福，这里边有两个神机给我们启发。第一个就是彼得一网打满两船鱼，是因为什么呢？顺服。彼得是个渔夫，耶稣是个木匠，耶稣凭什么指挥彼得打鱼？彼得有理由不服气，但是他却顺服了。 对耶稣说：“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没想到这个顺服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带来了一个大生机、一个大丰收，也带来了一个得人如得鱼的大使徒。就是顺服，啊，不是理解，不是明白，我就下网吧，暂时听你的。啊，你看，就是顺服。 所以有时候神向我们说了话呀，我们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。没关系，心不甘情不愿，忍耐着结食，啊，就去就去暂时忍耐，忍耐着顺服。就你看彼得忍耐着去撒网，一拉就拉不动，就忍耐了一小会儿嘛，马上就兴高采烈了。第二个迦南婚宴上，耶稣变水为酒，那这个佣人们做了什么呢？啥都没做，就是顺服。 就是玛利亚说的，他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啊、哦，那先是耶稣吩咐将石缸灌满水，你他没酒了，耶稣让他们灌水。一般人，包括我在内，如果在场，我们就会想，一定是想准备兑兑酒精，是吧？但是这几个佣人好就好在他们没文化，也不会动脑子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呵呵就灌满了。 刚灌满了呢，耶稣吩咐他们把水舀出来，啊，舀出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没兑酒精啊？不仅没兑酒精，你也没祷告啊，你没做任何事儿啊，舀出来不还是水吗？但是佣人们还是顺服，他们不多问为什么，所以问为什么本身是一个不信的表现。我们基督徒千万别老跟神问为什么，那不信的时候你问为什么，那可以理解。 那认识了神以后，你就知道凡事都有神的意思，啊，顺服就是了。接下来，耶稣吩咐他们把水舀出来呢，去送给管宴席的人尝。佣人也没有什么犹豫不决呀、啊、忐忑不安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灌进去的是水，舀出来的还是水，端着一碗水让管事的人去尝。但是他们还是顺服，我真的佩服这几个佣人。 他们结果就送去了。管宴席的人尝了就说：“这么好的酒怎么留到如今？”啊，神机就成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神迹啊，一个彼得打鱼的，还有这个水变成酒的，这个都是讲顺服。彼得顺服，一王打两船鱼；那个用人顺服呢，水就变成了酒。我们可能有人会说啊，我也巴不得顺服啊，可耶稣什么时候吩咐我了呀 <laughs>？ 耶稣如果吩咐我做什么，我一定乖乖乖乖去做什么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耶稣常常吩咐我们，常常吩咐我们，我们却不顺服。比方说，他常常用圣经上的话，是不是？读着读着读着圣经，突然有一段话进到你心里去，你明明知道你应该遵照去行，但是后来你却忽略了，放下不顾了。 还有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更不用说。圣灵经常感动我们，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感而不动，很感动，甚至把感动写下来。过了几年以后，一看还在那放着呢。很多人被神呼召出来侍奉主，早就听见这个声音了，而且也答应了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老在这里，不去那里。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了。 啊，还有环境的设置，也是对我们的吩咐。有时候神给我们开一个门，关一个门，那就意思就是说，你别走老门了，别走老路了，把那个门已经给你关了，然后走这个新路吧。我们不干，敲，使劲的敲那个门，是敲不开，就用脚踹、踹、踹那个门，非要回到老门里去。我觉得我们常常面临着顺服和不顺服的选择，但结果呢，常常是我们无动于衷。 还是按照老样子随大流，求稳妥，按部就班的活下去。很多时候我们是按部就班的活下去。上帝给我们好多机会，耶稣啊要带领我们突破、突破、突破转，转折、转折、转折，我们却不动。啊，因此很多我们可以做成的事儿没有去做。我相信世界上绝大部分人。 在绝大部分的事情上，全是这样，全是这个样子。只有几个人凭着信心做成了那个神让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在历史上成为圣徒。耶稣说嘛：“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照我的话行呢？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遵照他的话行，不是说让我们去行善，不要那么理解。他说：“你们想行善，随时都可以，你们不常有误我。”他这个意思。 是遵照他的话去行，像他那样，像他那样，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，我们就怎么行。比方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，他说：“凡信我的人，凡事都能。”这个话你信不信？你行不行？你照不照着去做？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哈，顺服。第三点，定经。说定经，耶稣就得胜。这个案例呢，就是耶稣。 处理风浪的事情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难免遇到风浪，包括失败，包括疾病，最后是死亡，你都逃不脱的。有时候呢，耶稣为我们行第一个神迹，叫我们人生中的风浪平静，那是很美好的事情，比方转败为胜，这个病得医治，家庭重新和睦，等等等等，这个。 这是最美的事情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耶稣是带我们行第二个神迹，就是像彼得一样，他让彼得走向他，也踏着风浪，像他一样走向他。那要我们什么呢？让我们迎着失败，迎着疾病，迎着死亡前进。毫无疑问，我们都偏爱第一个神迹，希望耶稣为我们止息风浪。 我们就可以在风平浪静中安度人生，哈利路亚，多美的事儿！可是，然而实际上，在一波接一波的人生风浪中，耶稣常常带我们和他一起踏着风浪前进，直到彼岸。你可能走到半路上，你还在想：“来一条船吧，来一条船吧。”耶稣说：“跟我走，跟我走。”这个时候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关键的关键就是定睛耶稣，否则的话，你根本走不下去，你会让抱怨纠缠、气馁、丧失勇气和信心，抬不起头了，挺不起腰了，因为你看风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迹啊，海上起了风暴，船在海中。 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。这是第一段话，这是何等大的看见！你们注意哈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这个看见是何等大的看见！因为在人生的风浪中，在不幸中，不幸的人常常看见的就是风浪，就是自己的不幸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这个不幸的人能看见超自然的神， 将风浪踏在脚下的神正向他走来，他是何等幸运！忧郁症的人，特别是想自杀的人、绝望的人，他就是看不见希望，他只看见绝望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你能让他看见希望，看见耶稣踏着他的风浪向他走来，爱他，奔向他，看到这个希望的话，他立刻就有了把握，有了确据，有了信心。 接下来，第二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这是何等大的安慰！“是我，是我”这两个字儿是最亲的人才说的话。这当摩西在西奈山上，神对他说的是什么？“我是，是什么呢？”摩西不敢问，那是律法时代，神是威严的。那如今耶稣对我们说的是：“是我。” 这跟当年说我是有天壤之别，因为他和你是如此亲密，以至于他只要说一声是我，你就身上有一股暖流，心里就立刻就平安踏实。他是你的朋友，啊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他是你的亲人。那么第三句话，圣经记载这个事情说，彼得说啊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心智，何等大的一个要求！彼得说：“如果是你，你必能叫我也像你一样，将人生的风浪踏在脚下。我也一定要将风浪踏在脚下。”一个基督徒面对耶稣，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如果你真是神，如果你说的话算数，如果你的应允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像这样的应允。 如果是真的，那么我就能踏风浪走向你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心智！第四层意思，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这是何等大的应许！在黑暗中，在风浪中，神说：“你能做一件我正在做的事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更大的事。”圣经上的原则是一贯的，就在这个神机中也是这样一个原则。 第五层意思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这一段哈，这个情节是何等大的警告、警示！彼得为什么失败了？圣经里边有一句关键的话，就是“只因见风甚大”，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。 这个原因就是彼得不看耶稣，看风浪。人的眼睛看什么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什么，什么就进到你心里去，你的心里就有什么，就种下了什么，然后你的就长什么，你就变成什么。我五十岁的时候，脖子上长瘤子，怀疑是淋巴癌。那个时候，打开电脑一搜淋巴癌的症状，样样像我，我样样都像。 那就是风浪，那、啊、真是风浪，一看就沉下去，那个那个心呢，歘就沉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只能看耶稣。我读四福音书，那个时候我最喜欢读的是哪一本福音书？你们猜？马可。对，他说的对，马可说的话很少，都是神迹。所以我就为什么刚才讲，我们只要定睛耶稣，其他的事先不要管，先定睛耶稣，你就看着耶稣一段一段的，他怎么去。 医治病人，就这么看的时候你就得医治。我最后确诊不是癌细胞，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的时候，我《马可福音》还没读完。为什么一边读一边想，默想自己设身处地进入那个场景，让耶稣摸阿妈麻风病人的时候，那想象自己我就是麻风病人，要病有病，要罪有罪，要什么有什么。 就是个麻风病人，那那那耶稣的态度很明确，非常明确，什么都不管你，你就摸你，就动了怜悯之心就摸你，他没有追查你的任何东西。那个时候我认罪了，连祖宗八辈的罪全认了，连刘丽丽我太太的罪全认了。我就听到耶稣跟我轻轻的说：“何必呢？何必呢？”因为耶稣没有让麻风病人认罪嘛。 也没有让摊子认罪嘛，也没有让那个血落的女人认罪嘛。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啊，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只要我一看我的病情，心就垮下去；只要一读耶稣，心就平静下来。真的是离不开耶稣，离开一会儿就死一会儿。讲道的时候是讲耶稣，这没话说。讲完道之后，要不停的想耶稣，不能想别的。遇到一场大风暴的时候。 你要看风暴，你就死定了。你只有看耶稣，盯着耶稣才能度过风暴。啊、哦。这个神迹的第六第六层意思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这个责备是何等大的责备！神责备人，特别是责备他的门徒，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小信”。你这小信的人呢、啊？ 看风浪之所以会死，就是因为看风浪会毁掉信心。看神之所以能活，就是神能给我们信心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的恩典和能力是够用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是我们的一切的依托。那你看神的话，那我们立刻就有了指望，就有了盼望，就有了信心。遇到风浪，人会害怕，会疑惑，啊，第一是会害怕。 第二呢是会疑惑，怕是怕风浪，疑惑是疑惑神，这两者都导致信心丧失。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定睛耶稣。定睛耶稣呢，第一你就不害怕，第二呢你就不疑惑。所以说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定睛耶稣，一定要定睛耶稣，不管他多么不可思议啊，难以置信，定睛他，就死死的定睛他，一点都不怀疑他。 这个时候那个力量就来了，这个时候魔鬼呢会引诱人看风浪，看困难。那人一旦看这些负面的东西呢，你就会偏离耶稣，你的眼光就偏离耶稣了嘛。你一偏离耶稣以后，信心荡然无存，正能量立刻消失，负能量把你控制住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再的告诫我们要信他，要看他，他是唯一的路，他是唯一的门，他是唯一的光，唯一的良。 一再强调它的绝对性，所以我们定睛耶稣就够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，定睛耶稣就够了。上帝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上帝爱世人，没有赐给我们一套理论，不是赐给我们一个组织结构，不是赐给我们一个一套传统，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只要相信这一点。 That's enough。不仅得救，而且得胜，而且成圣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。你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，来唤醒我们，来引导我们的人生道路，直到永生跟你见面在一起的时候。主要、啊、借着这些神机告诉我们这么好的道理，这么真的真理。主要、啊、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，就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勇气，让我们不怕一切，来到你的面前。 不顾一切来跟随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交托，让我们顺服，让我们定睛，让我们领受神机。你说过，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们说，我们愿意信。主啊，求你把信心加添给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